小朋友呢，他是什么？左边有没有跑出来？好、哦，跪正金刚座，有没有人去拜火的时候啊？不要盘坐，端坐金刚座，对不对？那就还要注意。另外呢，脚不要开掉，那左边开掉。另外不要做这个动作，都是开掉动作。另外 app 呢，就是什么盘坐，有没有发现呢？他盘坐的时候，那哪一只脚在里面？啊？左脚在里面，对不对？他左脚在偏长，哦，另外做这种动作都不对了，哦，另外坐椅子上面，有没有喜欢翘一只脚，就会，哦，左脚就变成。另外呢，我脚什么？今天有没有人翘二郎腿？哦，翘二郎腿，翘的那只脚就变长脚，为它开掉。脚轮流翘吧，轮流翘，所以这我等一下再讲轮流翘的好处啊，啊，轮流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雷根总统啊，啊，他是那个参加 Seven Up 的时候呢，一位到美，从美国到日本学习那个伊古疗法的那个传教士啊，他看了之后呢，他就很紧张，他就写一封信到那个华府去。说好总统大人啊，你这样子翘你的右脚啊，你的心脏会不好。哦，他的秘书啊，看到这些封信的时候吓一跳，嗨，这个神传教士怎么知道雷根总统有什么心脏病？雷根总统的身的右脚生病，他是国家的最大的机密，对不对？总统不能生病，生病就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秘密他怎么知道？他去谈回东西，好，我会劝那个什么总统以后不要翘右脚，那左脚一起翘，把它平衡一下。结果他我看到就紧张了，马上飞到华府去，就跟那个克林顿总统的秘书说，我一定要见克林顿总统。他这样子两只脚交替的时候，两只脚都开掉了，所以他的髋关节处在什么不稳定状态，反而更不好，你知道吗？两只脚不能翘啦，就会造成什么？不稳定，髋关节非常稳定才好。另外呢，你看呢，啊，脚另外呢，这个脚这样子不好，这样都不好。那睡觉的时候，很多人喜欢这样睡觉，有没有？啊，侧睡有没有？你看侧睡，侧睡有没有人就整个趴着睡？没有啊，一定哦，这样睡，侧睡的时候趴睡了，你还是脚也会开的，不能两只脚被支持。啊，另外侧睡，你看。还有什么做运动的时候的事情，所以说这样子会造成左脚的偏长，这个到底会去慢慢再看一下。那这边呢，刚好相反，都是右边，是吧？你看我们看这个人，哪只脚在里面？右脚，所以右脚偏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像没有完了。刚才我们讲回来，哦，他医生讲了生病的原因，对不对？生病原因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髋关股骨头的转位的问题，哦，这是从医骨疗法的观点。当年呢，我们祖师爷医骨功能先生，他生在京都的，他本来是一个营养师，不，没有药剂师，哦，退伍那个二次大战结束了，他退伍下来的时候呢，他一个叔叔。他接骨管，就那打完了以后，骨头罐，专门做接骨啦、整骨的工作。因为他叔叔没有儿子了，所以就他去当他的养子，去继承他那个国术馆。他发现到了有很多什么中风的人，还有什么？那时候刚好日本是流行日本老年会产生一个叫做什么小儿麻痹，有没有听过小儿麻痹？那是日本二次大战之后呢，台湾也有了，我小儿麻痹，因为日本老年而造成小朋友一只脚什么不发育那种病，就造成什么长短脚。哦，造成长短脚之后呢，他发现长短脚问题很多呢，哦，就造成以下问题，因为他的髋关节是转，刚刚我讲他是转位，这个呢，为了这转位问题。我们的祖师那个伊古光的先生呢，他研究了18年，
那为什么人的哦会长短脚？为什么会造成那个骨盆的那个高低？他发现了，原来是髋关节狂热所造成的。哦，当刚才我讲，当髋关节向外开的时候，那怎么样？向前旋的时候怎么样？就造成一只脚的长。因为有长短脚，就会造成什么中风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长短脚问题？很多中风的人是一只脚走路上一掰一掰，有没有看过中风人这样走路？像坐在后面那个那李先生，你手举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李先生啊，他本来他的两只脚啊，长短脚四公分，他走路用拐杖，拐杖这样拐。他这手都真的痛得不得了，我说他老师我这只手快报废掉了，每一次他来我要我希望把他处理，我说你的长短脚没有处理之前，光处理这个叫做治标了，不是治本，你要治本就把两只脚用一样长，知道吗？长了之后，李先生啊，你做多久之后把拐杖丢掉？三个多月吧。长短脚四公分哦，哦，那因为很接受医疗法的，结果呢，三个多月，两只脚呢回到不剩到不到一公分，结果他把它拐上什么？他说挂在家里的墙壁上，就不要用拐上了。所以说，当我们身体有长短脚的时候，造成一定什么骨盆的倾斜，骨盆的倾斜就像我们盖房子，如果你的房子地基呢？没有弄好，这房子盖起来是什么？歪的。有没听过比萨斜塔？比萨斜塔就是它地基了，倾斜了，歪掉了，所以身体是歪的，整个大楼是歪的。所以说，当我们身体有长短脚的时候，我们的基础部分，骨盆基础部分呢，当你有基础部分的时候呢，你脊椎呢就产生了侧弯的后弯症。另外呢，我们就是讲脊椎有三十一对神经，哦，三十一对神经，它会造成什么？神经的压迫，就产生内科的疾病了。哦，所以因为什么？它全身的平衡都被破坏掉了，就会造成什么？脊椎的扭曲了，各器官的问题了，疾病就发生了。过去，对不对？过去你自己不小心造成的身体的不正，现在呢？也许现在进行式有很多人不注意，哦，像有现在年轻人的喜欢做一个什么动作？滑手机。对，滑手机，我们俗称它是什么？什么族？低头族。低头族，你看低头族啊，哦，所以说有很多人呢是那个哦，低头族会造成什么驼背？在座几位自己有驼背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今天呢，你来了，我送你一样好东西，好不好？让你又觉得呢，我，浪费大概一分钟，我把东西带过来，我要绑起来。周大哥，93岁，93岁啊，环游到世界70几个国家。来，周大哥，周老师过来。因为我们讲课啊，但是呢，马上就让他感受到的，来，来，那大家看到侧面，有没有驼驼的？有的。有，驼驼的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来，现在我把它绑起来。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阿信那个电视节目？有没有阿信每次工作的时候要做什么动作？就绑起来。绑起来。这样绑起来，来，大家转转给大家看。我把这样绑起来之后呢，因为这边压力把它压了，他想再驼都驼不下去了。但是呢，他没，你看马上都驼得抬起来。他本来是这样子，他一拉起来他就绑正了，对不对？这样绑好，每天都绑，好不好？好好的，请回坐。这个我再还有两个机会，
我女儿，她也就是。没有，你再动不了，我来。在里面嘛。我肩膀痛，绑的有没有效？都有效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哦，你看，他这肩胛骨凸出来了没有？对了，还有弯。他说要请别人帮啦、啊。不，可以，这个可以自己绑，可以自己可以自己绑。事后啊、哦，下课之后你要找我，来教你，好不好？你就要绑很紧，就对了。对，不要怕紧。好，来，你拖拖看，拖背，拖拖看，不会吧？拖下去，拖下去，拖不下去了。对，拖不下，他拖不下去。比较会正，都会正，抬头挺胸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发现他抬头挺胸？那就要弄一整天就好。还有一个机会。我肩膀痛，我肩膀痛。谢谢老师。不是这个肩膀好痛哦，两边都好痛。哦。我有没有驼背？这种点扣好，那体质好硬啊！这么硬。我打电脑。是啊，电脑啊。以后打电脑就绑这个。绑这个。哎，会让你很轻松哦。每天绑着，只要活着就绑，死了就能拆掉了。睡觉也要。个绑个，个吹完了。吹完。不会。是不是五人一位？你看，是固定，固定了。他想要妥的时候。有一个工具，给了他就不怕。睡觉不要拿下来，睡觉把他那个固定。睡拿下来可以了，洗澡就可以拿下来。但是李老师这个有没有绑长短的？你是看他的肩膀的情况再绑，还是说？没长短，不是长，不是不是长短。如果你肩膀哈有压力的时候呢，你看你工作的时候，很多电脑。他打电脑或者看书的时候，他是什么？头下去，而是不是身体下去？当你绑住的时候，头要下去，你看，就头下去就有困难，对不对？被拉到，你提醒自己，你要头不要下去，你怎么样？整个会下去。背整，是我们写字看书的时候不要头下去这样写，是要什么？由腰部开始整个的下来，这样子就不会造成。林老师，如果说他的肩膀有高低的话，那你要调整的话是怎么调整？他如果说他胸比较低，是不是要绑紧？就讲到我们这什么，对不对？肌肉弯曲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低的，但我们把身体弄正的时候呢，它正，对吧？那多谢谢，那自然就会正。所以说这骨盆呢、啊，一歪掉呢，一歪掉，你把它弄正，髋关节把它弄正啊、哦，所以说最大的一骨量，我最大的就是什么，脚的长短的解决掉。所以矫正是矫正，说而不是绑带子，绑带子是让你的肩膀硬。最主要的时候，你的基础在哪里？我们人的整个基础在哪里？我们人最重要的一个基础，它在哪里？髋关节。这髋关节决定你的骨盆的高低，骨盆的高低，哦，就会影响到什么？脊椎的，哦，倾倒啦，或者是侧弯、后弯这样。所以说，我们最重要把髋关节的问题解决了，就是说你要健康，把髋关节矫正了，两只脚是什么？长度一样，长度一样了就怎么样？骨盆就正了，骨盆正了，脊椎跟着就保正。以骨疗法的治疗就是说，把你的髋关节正位了，让你的长短脚解决了。所以说每次我们调整完之后就要检查，哎，两只脚是不是要长？所以以骨疗法有长短脚长的，哦，两三公分的，一条马上就正位哦。哦，马上正位，哦，而且呢，当你的两只脚正的时候，骨盆它就跟着正，而骨盆在正呢，脊椎就怎么样，慢慢正，所以以骨疗法它是由底下开始往上正，但是呢，
骨盆症呢，髋关节症呢，有没有很多人的膝盖疼痛？有啊，膝盖。膝盖为什么疼痛？医生都怎么讲？退化。对，你这个好退化的啦，对不对？实在不是，你知道。来，我们髋关节转位了，膝盖这大腿下的膝盖，你转位了，是不是有不当的接触面？不正的接触面，本来你是很好的这样子可以动了，不当的磨损，磨损到了，医生他们不包，你知道吗？医生只有三种方法，一个什么？吃药嘛，吃药吃不好怎么样？打针了，打针打不好怎么办？这个就是你找西医的三部曲，吃药、打针，再来什么？复健，另外一个不同领域，复健我常常讲，那个什么，牵引呢？一牵引，对不对？拉好了，放掉怎么样？又回去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身体是有三个东西组合，骨骼、肌肉，还有什么韧带，没有做牵引把你肌肉弄正了，啪又回去了。所以肌肉它也本身有一个叫做惯性，说外面呢做推拿了，做正骨了，帮你做完之后呢，怎么样？厉害的老师了，可以支持了三四天。功夫比较不到底的、不到家的什么，下了床之后就跑。有没有？他调整从下来就跑掉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知道肌肉有惯性的。我常常讲，哦，当你骨盆歪的或什么地方歪的，把它拉正之后呢，它肌肉怎么样？惯性，它想要回去。所以我点的高，进四步，退四步，对不对？你是什么？从你去找老师都从零开始。所以说要怎么做？进四步，退三步，再拉回来。再退一点，所以一步一步的进步。医骨疗法就是这个精神，拉正，推到上步的时候呢，老师会给了很多的功课，自己要回去要这么练，肌肉再练回来，哎，再练回去，一步一步的进步，才会真正的什么完毕的啊，这是康贝格的完整的疗法，啊，而不是说啊治标不治本，医骨疗是治本。你们明白了吗？所以牵引是有它的好处，哦，刚刚讲牵引有它的好处，那个物理治疗有它的好处，但是呢，它有它的问题。哎，当下很好，但是呢，还是会怕的。所以说，我们的医骨疗是真正的让你骨骼、肌肉、韧带，啊，完成完全的。哎，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？肌肉的啊，起止点疗没听过，哦，很多人肌肉疼痛啊，他拼命的哦，在压那个疼痛的位置，那是不对的。原始点啊，他的真正的他应该叫做那个不是原始点，他发明这个名词啊，他应该是什么肌肉的什么起止点，像我们一条肌肉。任何肌肉，它两头都是什么？都有什么？韧带。这个韧带它是支撑那个这个肌肉的，而且每一条肌肉都有很多很多很多小条的肌肉束，你知道吗？肌肉束。所以说，当你光压的肌肉是没有用的，你的最基本的你的两个头都跑位了，你骨架跑位了，对不对？你没办法弄正之前呢，你。做的都是一种什么一时的解决问题，而不是长远的问题。好，哦，我讲回来，刚才那个没有讲完，就是你的膝盖问题，膝盖转位了，不当的磨损，就会造成什么膝盖的疼痛。所以医生会给你什么东西？打什么？玻尿酸。是在讲我们自己身体，妈妈给你的身体就有分泌玻尿酸的基本功能。所以医骨疗法一个叫做踢脚疗法，但坐下来你可以踢脚，知道吗？
一踢脚，哦，那就不是魔术更厉害了吗？就踢脚的时候有方法，就踢脚的时候，把它坐下来之后呢，坐下来之后呢，把两只脚绑好，绑好，绑好，底下要垫东西，哦，垫个圆枕啊，为什么？垫下来，再去踢脚。轮流踢的，对对对，前前后踢，前后要绑起来的，对，要脚要绑起来，所以说怎么做呢？这样子拉起来了，你的骨头胫骨跟那个你的大腿骨就不会接触，就不会产生摩擦了。但是你在动的时候呢，我们上次讲的就用尽什么废退，医生都劝你啊，你膝盖不好，你不要动，对不对？他说没关系，等那一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来再来找我。那手术，我说换人工膝关节了，所以说你当你动动动动的时候，一个东西会来的，叫什么关节炎？关节是我们与生俱来的，关节会带来两样东西，一个是什么氧气，一个是什么营养，来做什么修补。他虽然说踢脚踢脚，我很多患者也我以前在关注做，也有一个患者姓李，已经。他怎么呢？医生啊，给他诊断了，两只脚要换人工膝关节，他右边的先换了，但是怎么听到那个关渡那边有一股疗法，他就去了，哦，结果呢，去那边我就教他做踢脚，踢踢踢踢，本来是上做完了，下一次要做左脚的时候，他一复诊嘛，医生说，哎，你现在不用换了，他就跑来骂我。老师，你这拍心呢？我说我怎么拍心？我帮你治疗，还怎么拍心？他说你早不早跟我讲，我右脚就不用换了。我说哎，当年呢，你如果右脚还没有换的时候来找我了，当然都不用换啦、啊。你先换了，我救你左脚换，你要感谢我了。你说还要骂我？所以说啊，膝关节不见得一定要开刀，啊，不见得一定要开刀，当然。就是我们回到，就是说，当我做的这个是物理的治疗，但是你还加点生化的东西。而且大家都在市面上，我在七八年前我就开始推广这个东西，就是说，你的软骨能够再生，这种观念，大家都不相信软骨怎么，医生都以前都不相信呢，软骨再生，那不是你一直在喝那个一个东西叫什么？玻尿酸有没有？玻尿酸有没有？不是玻尿酸，葡萄糖胺有没有？一直在喝，它为什么都没有帮助到你的软骨呢？像欧洲、日本呢、啊，都研究，原来呢，你喝的那个东西浓度不够，浓度不够，而且不只需要那个东西，它要三个东西。他需要三个都，葡萄糖胺啊，不要了。哦，葡萄糖啊，葡萄糖胺啊。哦，葡萄糖胺，哦，葡萄糖胺，二型的哈，二型的。因为胶原蛋白有两型，那他。是女生啊，喜欢皮肤什么，端端端端有没有？那是一型的，胶原蛋白一型的，二型是针对软骨的。
块钱就要1500块钱，所以普拉达一天要最少要有1500mg 以上，啊，或者五根古树要1200mg 以上，还有什么二型的胶原蛋白，要3磅3到5磅。这过去我们吃的什么量不够，或者什么没有吃软骨素，所以说你的软骨没办法补充，但加上什么适当的运动。什么是适当的运动？哦，就是说做对的运动，哦，我们一年的水都洗不出来。请问一下，你刚刚说两脚绑起来，那绑起来这样踢的话，会不会这样不好？不会啊，那你所谓绑起来，啊，绑起来是两只膝盖上面绑起来就好了。好了，大家想有心要学的话，对啊对啊，是可以教一下。可以，来，它有三种方法，坐着、站着、躺着都可以做，尤其训练你的什么，这个膝盖不好，往往你看这个哈，你膝盖不好，它四头肌都不好。这边常常会跑掉，都差不多这个掉。你坐深一点，我们这边哈，应该有圆枕头。来，我牺牲我的衣服。谢谢老师。因为之前网络上有看到是有垫高，然后是两脚在踢。对，因为网络上有看过。好了，那就。可是就不要，可是他没有说要绑脚。要绑脚。哦，要绑脚。对，要绑脚，站起来。我来坐下。为什么要这样？需要这样子呢？让他膝盖什么比他的臀部高。哦。就是让膝盖比臀部高的时候呢，哦。要绑起来，脚才是固定的，不会主要拍来拍去，把它造成什么不当的磨损。降低，对，就降低。这个要不要绑？踢多久？是这样就可以了。一个钟头啊，每天你看拜登党的时候呢，踢一个钟头差不多40下。但每踢100下的时候呢，把脚立起来平打平，垫一下。盯一下，把后面阿基里斯腱把它松一下。哦，对，10秒。10秒。哦，好，哎，好，到了，再继续再踢。再踢。那这个不用绑很紧。不用不用，要适当的紧。是关节还是哪里？这样踢啊。这样膝盖就会有力了。不是，训练你的四头肌。哦。把你四头肌训练出来，你看我们四头肌底下都是韧带啊。保护你的那个什么膝盖，你没有力量去支撑了，哦，所以说很容易变位啊，知道吗？当你这样踢，踢会痛，痛一下子就好，一下子就痛还是可以踢，可以踢啊，因为这样你并没有接触到，它卡针反正就是卡针哈，要逼你的膝盖高。不要太低了，太低就会磨损了。老师，这个是在干什么用？它是膝盖，膝盖不好，膝盖不好的。跟软骨没关系。啊？它也是在制造软骨。就是软骨啊，这样也制造软骨。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回来了，就是会葡萄胺啊，那些都出来。那像比如我膝盖的里面磨掉，外面都还有软骨，那做这个动作，所以说会一起长，只会长里面。你要一个东西给他吧。你要需要不要什么？胡老师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鱼子要原料吧，试试看吧。这个就是要修补的原料啊。所以它会修补在内侧，外侧就不会有的话就不会再长了。都不会长，软骨都会长。那这不就外面外侧就越长越多啊？里面还？不是，你讲的应该是半月板嘛。我说里面内侧软骨磨皮啊。不，半月板。半月板，它不是软骨啊，软骨就是什么？所谓的软骨就是这样子来，这上面啊，这一层薄薄的软骨，知道吗？薄薄的软骨。那不是叫软骨？那软骨，
哦，啊，中间有两片叫做半月板。哦。那左右都各有一片，那就是半月板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是自这样就摆动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摆动。不用说一定要高，还是不，就自然的摆动。自然摆动，自然摆动，对。要做一小时啊。好了，就是说刚开始，刚开始不要做一小时，过这样明天不能走了怎么办？对啊，明天找老师麻烦了。所以说循序渐进，慢慢增加，开始做个五分钟，慢慢十分钟。那我要前面的带子绑脚就可以了。你先生的救领带也可以的啊，救领带，但是一定要宽的，不能窄。哎，这是坐的了，还可以站着坐。站着，站着，我教你们啊，站着，来，找个地方啊，来，找个地方扶着，啊，扶着，来，扶着脚啊，来，提起来，放到后面去，抬起来，放后面，身体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子是训练你的四头肌一样，站着做，两脚可以换脚吗？对对对，做十下就换脚，做十下就换脚。那这个是脚尖吗？脚尖对对对，着地。脚尖着地对，因为哦，你们刚开始不要空的，如果能够空的是呢，啊，空的什么叫空的？但我就是不着地，你们还是着地比较安全。那不着地是效果比较好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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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要着地。对对，手可以扶东西，扶着扶着扶着墙壁啊，会跌倒。墙壁。像老师是我是可以这样做，你们做不到啊。你功夫跟我一样，有时候就不要了。我是每天练啊，那每天我每天也在练啊，我练屈伸运动啊，我都做啊。就十下就换。不要不要太快。不要太快。一，对，是一二三，二三三二三，这样做不好。对，做十次。对。那躺下来可以做哦。躺下来之后呢，好，躺下来，躺下来嘛，哈，把一只脚翘起来，弓起来，一只脚弓起来，我一只脚说，另外一只脚抬起来，离地板十公分。哪里离地板十公分？脚跟，脚后跟，脚跟，对对，规矩来夹起来，哦。这样的话，屁股这边，臀部这边，屁股要不要？只是只有脚吗？来来，我们借个桌子来，练习一下，要不要？好，我比较轻。好，来，再，好，走起。你要上来啊！好，来，我比较轻的，我比较轻的。再上来，再上来。最重，最重。啊。最重不稳。哦，不稳。那你轻了，那你轻，过来坐，来来，谢谢。好，现在这个模特儿是我们摄影班的老师，摄影班的老师，摄影班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是你老师。那我在这边。对对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来，开始怎么做？下来哈，来。我就严重。来，抬起来。可以，把一只脚，这个头要怎么选？这样不，这样比较轻松嘛。啊，比较轻松，对，我们家里有，家里一定有枕头嘛，对吧？就是要哦，太高了，哎，一，二。不要，十公分就好了。不要再低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再来。你可累啊！不要太高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按坐手盖。好，量放脚。就一脚，一脚。一脚一脚做，做十次。太高了。十次哦，哇！越高越轻松了。一哈，我们是用力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再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每天晚上要睡觉前做这个，做这个可以吗？啊，还是吃的？我这个脊后肌在那。这里凹下去，这个动作有效吗？没有效，这个做不同。那这个这样进去要怎么做？啊，这那个就是我们一个腰枕，啊，腰枕就是调整你前后弯，所以我们身体要左右正，或什么前后正，还有什么水平的正，全身正才会正。你看你的右眼比较大，对不对？就要小。你的人不是都这样吗？注意。妈妈失眠的时候是大消炎吗？没有。我脚也是啊，都大消炎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因为你姿势长期不好，而造成这个问题。就是。
对，老师请问一下，这个我常常这边会掉啊，给人家整的话就糟践，就整个，然后再就说整个。调理啊，注意叫什么？增加补啊。对呀、啊，就差不多就说招金嘛。不是，应该是比较高一点。但是呢，我发现他是这样。放假，我头。是谁？对对对对。那个就是你的第五椎啊，对，腰椎第五椎啊。但我就是那什么，不是第五椎腰椎啊，那个是腰椎。腰椎的第五椎。那怎么弄进去？那个就是风。这是第一股疗法，就把。老师，你明天先给我。好了，那他们给你。要这样子。老师，谢谢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这样子哈，就是站着坐，躺着坐，还有什么？坐着坐，坐着坐，坐。这样子就三个，把你膝盖的。不要小看他，每天踢，每天踢，踢个哈三个下，你看不合适。那三个都怎么做的？不用你有空，你站站着到那边啊，没事等公车的时候，扶着那个手把上面，对不对？躺着当然不能随便乱躺，对不对？坐着有椅子坐就，啊，拿一件衣服啦，或者撑着，哎，要把脚要绑起来，不要直接去摩擦。我为什么架起来是这样子，弯点拉开，这样子就是底下动，就不会摩擦到。不会摩擦到，就不会磨损到你的什么软，而且这样动的，你关节一来了，你如果给它充分的原料的话，对不对？它就会做什么？重新修。因为我今天没有想要讲这个，所以我回了。本来是什么没有空隙的啊，两个连在一起，你吃了之后有空隙，空隙是什么东西？再生了，就是有原料它会再生了，哦，因为你妈妈给你的那个骨头上面不够，但是呢，软骨素跟胶原蛋白不够，胶原蛋白，外面是不是应该可以买得到？就是三个混在一起吃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每天要一定的量，分三次吃，三次吃，对对，像我那个跟我合作的一位食品专家哈，他就研发出来。我那边有，这三个的，对，都有的。它混成很多很多东西在，每天泡的。老师，那他腰酸背痛，有什么动作背痛？腰酸背痛啊？我就是腰酸。腰酸背痛，那我们有机会再练。因为没办法这样讲，就让你们能够完全得到哈。对。所以说我们讲来讲去呢，最重要还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身体要有三正，